2016台东热气球嘉年华，自7月1号开幕以来就高潮不断。首先是7月1号创下台湾28颗球自由飞的纪录，隔天晚上挑战31颗热气球的光雕音乐会，虽然因为下雨而取消，但是7月3号晚上加演的26颗热气球的光雕音乐会再度刷新台湾光雕音乐会的纪录。至于从7月2号上午登场的国际热气球直准邀请挑战赛，每天都有20几颗的热气球飞舞以高台天空，让与会者难掩兴奋之情。目前挑战赛只剩明天早上最后一场，喜爱热气球的朋友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台东热气球国际邀请赛是由台东的绿巨人担任前导球及寻找指标区和放置标记的任务，其他各国的选手则在绿巨人之后飞至标区投掷，越接近中心点者分数越高。邀请赛的总冠军选手将可获得$5000的奖励。对，我看到打害的绿巨人，交到他一放标靶。好，我一起算哈。主持人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那么现在就看到24颗球了，有没有？这一张装的是有史以来一张照片里面装台湾的热气球最多颗的一次。哦，真的很幸运，朋友们赶快拍哈。现在要摘，我再试，因为台湾球跑出来，所以今天造型球全部都出动了哈。那么造型球要不要飞，我们完全尊重飞行员，那他就认为适合飞就飞了。那今天因为刚好非常好哈，风向也对，风速也好，水滴型的哈，这一颗最便宜造价300万台币以上，有没有？那么造型球500万起跳，有的甚至要2000万。因为它是更高阶，因为水滴型球受风面积最平均，最容易飞。那么比赛用球，瘦长型、橄榄球型那种比赛用球，它可以快速上升、快速下降，但是缺点是它只带的人要很少，就像跑车一样，它会就那种速度。第一次看到放那么多，以前还是6颗吧。我们以前又来过哈。对，以前就5、6颗就细流。昨天也没那么多，今天好像27颗。27颗都有飞哈，所以看到了，心情应该很兴奋吧。还有他的胖达团队 Pineapple Japan， 那么也是日本第一次来到我们台湾公司的嘉年华。那么他们特别说感谢台湾的朋友在日本311海啸的时候，把他的车送给日本很多的帮忙。好，不告诉他。在我们整个重舞当中，除了能够在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热气球在我们的这个纵谷里面飞行，那我们也希望借由不同的形式来展示我们台东纵谷美丽的地方。那包括好像我们在今年我们特别首办了台湾第一次的国际的邀请的热气球挑战赛，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种技术的交流也好，或者是飞行员之间的飞行的一个互相的切磋，都能够提升我们在飞行的能力也好，或者是对热气球的发展，都能够为台东注入更多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期许台东的热气球的产业会越来越生根，然后真正的变成我们台东的文化。